咩就係另外一句啦嚇，快樂如飛鳥翱翔。個飛字咧係用力嘅，因為飛嚟拍隻翼飆出嚟咁啊，所以唱嘅時候咧，襯埋個音樂嘅感覺就快樂如飛鳥翱翔。個飛字唔用力咧，係飛唔起嘅。快樂如飛鳥變咗飛嘅咯喎，唔係飛鳥喎。快樂如飛鳥做。個飛字係 E 音，所以盡量快啲唱個 E 音出嚟。個飛字咧係要俾力，飛係有個輔音，飛快樂如飛鳥翱翔，咁啊唱到飛鳥翱翔，即係振翅高飛嗰種感覺。如果唔係我哋唱歌咧，就歌還歌，你唱字還字，冇感情嘅，咁呢就冇咁好聽咯。我哋希望唱嗰陣時，我哋都能夠有嗰種愉快的感覺咧，係傳遞俾聽歌嘅人嚇。咁所以我哋唱嗰陣時咧，係有嗰種輕快，有個力度擺落去嚇。咁咧就係另外就係海裏小魚，小魚好細嘅，好大活潑嘅嚇。海裏小魚也歌唱，咁嗰度咧又係要細細聲喎，啲魚仔。講嘢都細啲噶嘛，係咪啊？即係 B B 仔都細聲啲，雖然佢好尖啊，咁但係咧 B B 仔即係佢哋嘅聲係好幼嫩啊。咁小魚都係好幼嫩嘅，咁所以都唔使大聲啊。海裏小魚也歌唱，咁記住係用咁嘅聲音去唱，一句係子喉唱嘅嚇，輕聲。咁琴弦輕撥都係輕聲啦，都係輕輕啦。琴弦輕撥就係輕啦嚇，咁就要。輕聲啲唱，咁最後一句啦嚇，窮蒼高處讚美眾陽，咁啊睇譜就知啦，讚美個讚字咧，唔係板嚟嘅，係個美字先係板，咁啊讚字有兩撇，即係係好快嘅，咁而呢個音咧係同高處同個撩字一樣嘅。所以唱嗰陣時，窮蒼高處讚美眾陽。咁所以個讚字咧係喺黐住個處字，同一個音好快就跳落個美字，美字先落板。但我知道好多人咧將個讚字落板嘅，咁呢個咧就係錯咗，個音樂你追唔到㗎嚇。即係有人唱咧，窮蒼高處讚美眾陽，咁咧同個音樂就完全唔同㗎啦。因為我哋個音樂冇呢個時節俾你可以唱讚美咁樣唱嘅嚇，即係你個落咗讚字未必一把讚美眾陽，唔係。我個音樂嘅時節冇俾你可以唱咁多嘅，咁所以記住高處之後兩拍處讚美眾陽，咁讚字即係咩字啊？咩仔字咯？咩仔字即係點啊？輕聲啲唱咯嚇，讚美眾陽，咁啊記住啦嚇。咁咧呢支歌另外就係個獨白，記住咧就係、是、要聽到嗰個嘅撩，嗰啲有六個撩，就係、是、下一段啦。即係話蒼穹古宇宙古樂飛揚，前邊有一個過咗音樂，我哋嘅譜裏邊咧就睇到噶，有撩嚇。撩生互相撩，互生互撩共斜，撩共斜散公公何公公蒼穹宇。咁你望住個譜咧，你就聽到個音噶啦。咁可能初你唔慣睇譜，但係你揾隻眼睇下咧，你就會聽到，哎，啲音呢啲字係咁樣噶嚇。咁我初嗰陣時都係咁樣聽嘅啫嘛，人人都係唔識噶，冇人一出世就會識睇公尺譜喎。呢啲譜係舊譜啊嘛，係咪？咁但係咧，聽下，我度都學生70歲、80歲咁聽下都識㗎嚇。咁你幾多歲啊？都試下啦，好冇嚇？咁咧，我哋如果有個譜咧，我哋就數住嚇。咁你聽到最重要聽到山公公河公公嚇，即係噔噔噔噔噔噔。咁如果音樂就係有個譜，你知道嗰個係山公公河公公蒼穹宇宙，咁啊入古樂飛揚啦嚇。咁就
最後一樣句都是讚美我，將個讚字一樣，個讚字都是咩仔字嚟嘅嚇？睇唔睇到啊？嚇！齊來眾讚，呢度好長，你見到六拍，但係你唔係你要拉曬六拍嘅，因為一句音嘅啫嘛。個音樂咧拉咧就拉好多個音，唔同音階，但我哋唱咧係淨係唱一句音嘅啫。齊來眾讚，咁啊停啦。咁啊讚字咧，其實唔係大聲嘅，係由細聲至大聲咁，你就可以好襟唱，可以唱到至少唱到四拍噶啦，或者係至少唱到三拍或者兩拍啊。咁其實好簡單嘅啫，齊來眾讚就是、由細聲至大聲。咁啊收啦嚇，咁咧如果合唱咧就好會好澎湃嘅嚇，如果獨唱咧咁就要睇你自己個氣力啦，夠唔夠到啦，夠唔夠唱幾多拍啦？咁我夠氣咧，我可以唱齊來眾讚，因為咧我有個最高點嘅發力點嚇，就可以 hold 住係，然後慢慢再收翻，所以可以拉六拍嘅嚇。但是你們不一定要跟我的，因為大家個人的體力啊、聲音啊都不同，因為讚字需要用些牙教力讚，但如果齊來眾讚個嘴打開了，你就沒有力 hold 住的，讚字是讚，就不是讚，個嘴這樣呢它就不夠力 hold 住唱那麼長的，即是你唱兩拍就可勉強可以，但如果你用好似我咁樣讚，俾啲力喺呢度，啱音嚟嘅讚，你就可以 hold 好耐嚇。咁至少咧都可以唱到四拍嚇，咁咧就有得個音樂就結束就嘣一聲嘅嚇，咁就唱完㗎啦。讚美我將咁嘅嗰個落去那個美字就係個。個丁啦嚇，個讚字咧係咩仔字嚟嘅嚇？讚美咁記得，最重要記得個美字係 E 音美嚇，讚美嚇，我將咁啊將字係強姜韻，強姜韻，將就唔要將咁咪錯啦，將。試多啲喎嚇，試多啲練下就得㗎啦，拜拜。